这就是你说的要带我来的地方吗？对啊。考验我是吧？我真的不养鱼了，我发誓了，我戒了。养鱼是魔鬼，是黑洞，养鱼让人玩物丧志。养鱼毁三代，鱼缸丧一生，这道理我懂。我把鱼市的东西都清空了。哎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回去你看着我，把鱼缸全都砸了。真的啊？ 真的，看来不看了。不看了。行了，票挺贵的。这也太壮观了吧！这就是在专业水族馆里才能达到的条件，能有自然光照，还通风，所有的循环系统都是最顶级的。而且，哥，你看看，哎。 这里边得有好几万斤鲳鱼吧？哇！叔叔，这个是什么鱼呀？这种鱼叫金鲳鱼，平时在海里就吃一些小鱼小虾什么的。啊，还有吃小鱼小虾？啊！哎，你看那个，那个个头特别大，在这吃饭啊，那就是平时大家说的老板鱼，他平时吃一些贝。那怎么没有？还有食人鱼呢。啊，你还知道还有食人鱼呢？ 但是今天这个水族馆里边没有食人鱼，这里边没放，你看看有多少金鱼。美人鱼，美人鱼，你们看美人鱼。小琴。 你会了半天手，你才看见，时间都被浪费了。这美人鱼的项目可贵了，我好不容易查到这个水族馆有，特意来的，你就看了几眼，而且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，被人拖走一点都不美。怎么不美啊？你看看，我觉得挺美的。哎，还真挺美的。 哎，干嘛呀？非得弄这么一出啊？幸亏我弄了这么一出吧。
试探出来，你根本不可能为了我放弃养鱼这件事儿。你一进来，你两个眼睛都是放光的。我没有，我真的不介意了。想想也挺可笑的，以前总拿自己跟鱼比，没道理让你为了我放弃你喜欢的事情呀。你不是说家里的鱼缸都清空了吗？嗯。要不要带一条美人鱼回去养啊？嗯。周小晴啊，你是在跟我求婚吗？我用求吗？啊，你不要，我求，我求还不行吗？那你现在就求。小林，哎，那个我刚才整理快递柜，然后发现还有您家代收快递，就给你送上来了。哦，谢谢啊，没事儿。哦，那个物业说要征集你们业主意见，说换季中央空调大清洗，需要你们签个字。哦，没问题，你进来说。不好意思啊。没有，麻烦你了。那个我换个鞋吧，要不然。啊。那你穿这双吧。麻烦了。小林，你随便坐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啊，那个是孩子他爸爸设计的，他是一个烟花设计师。你刚刚说清洗空调需要我们另外付费用吗？不用了，因为要入户清洗啊，所以需要您同意。您在这儿签个字就行。好，没问题。在这儿是吧？对。好。那个方便的话，要不加您微信吧？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报修的话，联系我就行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扫您吧。好。果汁刚榨好。哟，老婆。嗯。这怎么还有没拆的快递啊？不像你的风格。啊，白天物业小林送上来的，把他送走之后，我就去忙别的了。小林。嗯。这物业怎么进咱家了？他有一份什么空调清洗的单子需要我签字。你愣着干嘛？洗手去啊！哎，
老婆，你又补货了，我给你拿进去。我们再买两条擦脸的毛巾吧，看这个，还是情侣的。毛巾不卫生，一个星期就容易滋生细菌。我们家都用那种棉柔巾，用完就直接丢掉。对，就是这种棉柔巾。奇怪，我真没买过。是不是双十一发货发多了？双十一？哎，你说清洗中央空调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那是物业弄的，不用咱们管。小林加了我微信，如果轮到咱们家，他会提前告诉我的。小林加你微信了？嗯。他干嘛要加你微信？不是，那为了方便联系客户呗。我去叫子妍吃饭。子妍，吃饭了。今儿这个局啊，咱们继续欢迎销售部新来的美女同事 Maggie。更重要的是，来，所有人把酒杯举起来，咱们应该感谢一下咱们的老大。上个季度，带着咱们所有人，超额完成了所有业绩，谢谢老大！来，谢谢老大！你上学学习啊，上，还有个还有，仰仗你，仰仗你，对，以后多多努力，加油！好，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实在努力啊！嗯，来，老大，嗯 ，Maggie。你这酒量不错呀，就只是还行吧。还行，一听就是谦虚。一般女生说自己还行啊，那男生都不敢跟这样的女生啊。所以等会儿你们几个一定要加小心，知道吗？还有，更需要加小心的就是，以后出了十二层，尽量低调、收敛一点，明白吗？我借着酒劲儿给大家说个实话，制胜。有多少个部门是仰靠着咱销售部活着的呀？这正是欣慰。可是咱销售部是 flap 王的呀，是不是？就是。小点声，别乱说话。来，吃吃吃，赶紧吃，嗯，吃吧。Maggie， 啊，听说你以前是做奢侈品销售的？啊，是的。我们呢是电子实体。虽然说都是做销售的，但是也算是跨行业了。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你是怎么进的智胜啊？哦，就是认识的人帮忙内推了一下。内推啊？嗯。那你这朋友挺不厚道的，明知道你是女生，还让你做应收，挺辛苦的。嗯，我怎么听说我们 Maggie 是总裁办下发的入职通知啊？总裁办，挺好。去。哎，我先敬大家一杯。嗯。这个行业我不熟悉啊。在客户那儿呢，我也没有什么积累，在公司我也没有什么背景，所以以后啊，真的要拜托大家了，多多关照。哎，别别呀！咱们销售部迎新的规矩啊。对呀，对呀。你这么草老一个，没诚意啊！来，没诚意的。来，
Maggie， 这个呢叫迎新酒，你可能不太了解，我们应收和销售60%的款项都是这么喝回来的。要不 Jenny， 你给打个样。老大，我这好久没怎么喝过了。反正那酒已经倒上了，就看你们俩谁先喝啊，是不是？来呀来呀，喝呀！老大说了，这是迎新酒嘛，嗯，那肯定得我喝呀。来，我喝，第一杯，倒的挺多的呀。第一杯，嗯，我第一次接触应收款，希望大家以后能不吝赐教。我干了。第二杯，我明白老大的意思啊。今天这个局呢，最多算个热身。以后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客户，我会尽全力把应收款全部都收回来。这几杯酒算什么呀？我干了。第三杯，要是我喝了这一杯，真的走了，大家以后别笑话我。这性格我喜欢啊！来，赶紧满上满上，我们大家一起啊，再送麦给一程。来，欢迎麦给，欢迎麦给，欢迎麦给，欢迎欢迎，谢谢。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老大，哎，麦给，哎，怎么样？现在还行吗？没事儿。就说你谦虚吧。过两天呢，老魏过生日，我在想送他点什么。哎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老魏，嗯，啊，老大，您是说公司的魏总吗？是啊。这每个人的喜好千差万别的，要送到心坎里的确挺难的啊。哎，老大，您的预算是多少？我回去帮您想想。我还想说，你在总裁办呢，有朋友，应该会很了解。老大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您刚才不也说了吗？我要是有个这么厉害的朋友，怎么会让我一个女孩子做应收的呀？一看就没喝多，哎，我车来了，那个要不要我送你啊？没事，我打车了。好，欢迎加入我们。哎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好，拜拜。哎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哎，拜拜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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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慢慢点儿。哎，你别老这样，我不舒服，你起开呀。我们俩顺路，我送他吧。还是我送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回去晚了也不合适。我空手到黑带，一般男的见到我都害怕。真的假的？要不我们俩试试？走吧走吧。打他！别别别，行，那你算。啊，明天见啊。你慢点啊。啊，好。你真的会空手道啊？瞎编的。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吧。我根本没有醉。倒是你，你刚刚喝了那么多，难受吗？你演的还挺像的。我都吐了三回了，现在也快清醒了。
是他主动说的，说加个微信方便报修什么的，我怎么拒绝呀？如果拒绝不是更有问题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你看，这个是我的号，这个是公司配的号。不明白你想干什么。没说什么呀，哭什么？那天晚上在酒店，是我的第一次。我大学的时候谈过男朋友，但是我都没给他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不没跟你说，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个有负担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他们说的什么，这是女人唯一的资本。好了，我会尽快离开这个工作。小姐，哎，这么下班了？嗯，正好路过这边，看有两项呢。我带儿子在这玩呢，真可爱。我一直觉得呀，您儿子长得特别像您。我觉得他像他爸爸更多一点。妈妈，我想喝水。好，嗯，替你拿点。你看谁来了？快叫人！姐姐好。嘴这么甜啊，那姐送你个礼物好不好？哎，小孩你不用送他礼物。是。哎，哇，八十光年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真的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动画片。我想要八十光年也玩火凤起。那你谢谢姐姐。我想要八十光年也玩海洋球，姐姐念了念了。我能陪他玩一会儿吗？啊，当然。慢点，你先进去，姐姐换鞋啊。就你们做这个了。